1月26日，演员朴宝剑将以首尔站为起点，启程他个人的2019 Good Day, May Your Everyday Be a Good Day 亚洲巡回粉丝们见面。香港站将于3月16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 Hall 10举行。门票将于年1月22日早上10点公开发售。朴宝剑本次香港站粉丝见面会特地安排了超级福利，另外更会有签名海报等等惊喜福利，一定可以让粉丝尽兴而归。